好险，后面这两天花莲天气都非常的好哦。今天太阳怎么这么大了？虽然说来花莲第一天下着大雨，那个时候心凉一半呢，可是后面这两天太阳非常的给面子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出海口，看能不能在花莲之旅结束之前 get 一只野场鱼。有一只我真的就满足了。那我们就准备前往钓点 ，Go！快来！我们今天用 Popa 来试试看。不有，我来换个软虫好了。我已经先贯穿自己，插到自己的手，好痛啊！来来来。如果还不理我的话，那就收工吧。好险，昨晚有去钓虾解解痒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花莲，听说是最老的一间钓虾场，3+1钓虾场。那等一下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花莲最老的钓虾场是什么样吧。我们一起进去开单做钓吧 ，Go！我请两好水深，准备开单做钓咯。好，我只开了一个小时而已，那我们来做钓吧。开壶了，而且是正式哦。虾公哎，好多虾公哦！刚稍早，我本来10点多就到这间钓虾场了，就没有想到我忘记带饵料，所以那个时候我赶快把杆子所有东西收一收，然后回去我下榻处的地方拿饵料，才搞到这么晚，只能钓一个小时而已了。刚刚他们那边开趴开得太热闹了，我先换个位置了。今天第一只母虾哎。我已经钓完一个小时了，那我们准备来销单算虾量咯。好，那我们来算一下今天虾量有多少吧。
哦，我们来算一下，今天钓一个小时250块，有几只虾吧？哎呦，哎呦，这个袋子到底够不够、哦？因为它其实虾量还蛮……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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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被大公夹，好痛啊！一，哎呦，这只大公想干嘛？呜、哦，呜、哦、西。九，哦，我们，哎，放开，放手。我们今天钓一个小时，有九只虾，那我们来量一下有多重吧。哦，我们用台斤来计算有多重哦。我觉得可以耶，现在新颖钓虾场钓久，我还是喜欢像是这种比较早期的钓虾场，可没有想到在花莲这种地方也可以遇到这种钓虾场。好，那我等一下把虾子交给他们处理一下，因为他们这边烤虾好像是交给他们厨房人员，他们会帮你烤，那我们去烤一下虾吧。哦，我觉得这家钓虾场它烤虾很有诚意，它不止帮你烤好虾，然后它也用这种铝箔纸帮你装起来，我觉得可以耶，这个价格得到这种服务，很棒啊！这次来花莲的3天2夜之旅，时间过好快哦。现在已经要第三天了，对，虽然说到了半夜，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。来，那用一记棒来敬各位。哦，那我们先来吃烤虾吧。我是觉得钓虾虾子会咬就很欣慰，不然会像虾老板钓到怀疑人生。哦，虽然说烤虾味道大概吃得很腻，可是看到这样就是爽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芥末酱没有酱油变得好呛哦。来，我们这次这样沾，我不相信我会呛到。算了，那我们拿来吃个东西，然后再带大家来看看花莲的风景吧。看起来真透心凉。好吃。刚刚吃那个面，吃到满肚子都是火。竟然没味道，怎么回事啊？最后虽然是把它吞完，所以现在吃到这个冰，我突然觉得好舒服。这个布丁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味全布丁呢？这颜色超不自然。还真的，还真的是味全布丁。
它巧克力酱是我们小时候常吃到那种杂货店口味，这种风味搭配它的牛奶雪花冰，我觉得这个味道还蛮舒服的。非常的消暑，那我们就准备前往下个目的地咯。风好强哦，这边就是七星潭啊，那就来带各位看一下七星潭的风景吧。那我等下准备去坐火车咯。整体而言，这次花莲之旅我还蛮满意的，因为很悠闲，没有压力啦。